国外一条蟒蛇闯进住户家中并把猫给吃了，女主人回到家看到，立马找人抓住蟒蛇，让它将胃中的猫给吐出来，最后经过努力终于把猫救了出来，但是猫却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女主人不敢相信猫就这样离自己而去，于是就把猫放在阳光下，希望温暖的阳光能够唤醒她的猫。过了一会儿，女主人惊喜地听见一声猫叫，她跑到院子中发现猫活过来了，真是上天怜悯。经过这一次的生离死别，女主人和猫的感情变得比以前更加的亲密。